喂，有声音吗？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商台。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打字的那部分。上次呢，其实我们已经有开过了一次抽奖活动，只是说现在活动还剩了三天，我们能抽几天就上几天吧。嗯，不过我们上次是蛮幸运的，有抽到一只流星，就上次抽的结果。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要看看，其实我抽到的有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这次佩鲁索纳的总共有十只角色，但是我只抽到了5只而已，扣掉其他3只，就是。断单之外，还有2只五星的完全没看过，所以还是有机会遇到没见过的。有5只，有其中3只是六星，我就抽抽看吧。好不容易又集到了五星了。啊，我们的配色呢，Club Gacha，我们就来在抽签的时活动时间增加最后的3天。3天我们能不能再抽到一站呢？其实我的好朋友他已经六星46星拿去换了跟我可以配合的队长，还是很想要连连，那我是。嘿，球没看过就好，可惜。抽太多次了，啊。那么我们就用，还是用这只来打好了。稍等，我放个图。我上次有放过图，看一下。4386，没有，没有放过。稍等哦。抽什么都是看运的。5月7号是那个 FGO 的那个真德 UP，结果还是没抽到。原本想说如果抽到我就可以画个图还愿一下，就没抽到就算了。FGO 真的比 PAD 还要坑太多了，不期待就不会受伤害。OK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抽什么用什么吧。不
最近也在就是那个配色一个，上次我们都是拿那个莲子的模组，那个是因为我自己的就是自己还没有做，因为那个是第一次试。那现在我有就是自己弄个自己的模组，就不用用别人的。啊，其实这只当队长，我们上次也有用过了，水木嘛。然后上次我们是组那个，满满的果实，这是我们来真的，上次是乱组，这次来真的。因为其实我们要拿去搭这次五月的任务，五月任务，我们先用终极还是打？还有乱毛可以用。火水，还有，我忘记了，奇怪，该不是打雷吧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风啊，超常用什么？初级啊，中级，像一二三，我们当时就打，我们四个就打。还是没有可以配合的，火水，没有人可以配合。那我们就拿爱德华，爱豆 combo 队随便配。我在想，如果再做一个，就可以做一个也可以搭配，就是手势的模组的话，应该会更有趣。可是我还不会做。如果要搭配，就是我们的手势，其实现在只有身体轻微的晃动。不能晃动，那个是运动啊。身体轻微的晃动，还有我可以侦测到，可是手势的话就没有办法。这个模组都是用那个雷波底群，就先那个。都绘图完毕，那时间正刚好，就刚才说的那个动作搭配一下，
原本是用他们的预设的那个动作模组，所以我只要把那个元件，就是既有元件拿出弄，自己重绘，它就可以搭上去。你看我这个角色衣服啊、头饰是自己画的，但是头发的部分是那个他原本的，然后我是改颜色，他的那个 model 把改颜色这样子，然后就衣服跟头饰是重绘的。最近一周7天，每天都要上课，所以就是回来很累，所以很开的时间也没有说像以前一样那么充足，所以要不是我睡不着，我可能是心血来潮。然后，开课时间真的不多。再出第二组麦，那这个我之前第一组麦图已经上架了，可是因为什么的，再出第二组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时间话。其实这只倍率也还不错啊，有7.5倍吧，这么几颗。它是火3倍，然后火水同时攻击就6.5倍，所以就抽什么用什么来说的话，算是攻击比较高的吧，总比超皮怪还好。我没拿过啊，这个是那个黑蓝的，是万圣红蓝吧？应该是万圣，应该可以再打5层。哆啦咪，哆。算了，我自己有抽到6星，我也应该要知足，不要说什么抽不到第二次6星什么的，不要太贪心了。活水，对，活水，哈库可以赔啊。这只角色是我 RO 的主教，我衣服也是换 RO 主教的衣服，
我小时候很差，就是不是有点差，是很差。画图需要勤练习，结果我只能啊，我每天都在上课当借口，我这样子不练习，怎么会进步呢？限朵拉令的限制是什么 ？cos 十以下，还是4000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又是经历过那个限 cos 时代。真的那么多天狗。好酷，不爽了，我晚餐只吃了三个海卷加两只鱼，肚子有点饿。我记得最近那个 PlayStation 好像特价了，都说好像特价了。我是有买那个 Dark Souls 的中间版 Remaster， 所以在十二号晚上我会抢那个第二波的那个，就是测试版。我是已经载好了，就等它更新。所以，五月十二号晚上七点，它是开日本时间，就是对照我们这边大概是晚上六点到八点，所以我差不多晚上我回来也要七点了吧。所以我们顶多就是七点到八点，
差不多了，12号的7点到8点，我会开那个 Dark Souls 1的 Remaster， 也不知道它是就是全开的，还是说只开一部分。我实际只有1个小时能打到哪里啊？因为我真的从头来打1个小时，能不能打到10项鬼啊？牛头恶魔应该没问题，牛头恶魔应该半个小时之内就打到了吧？要不然我们就，如果他的设定、其他设定都没有改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开始选万能钥匙，然后直接冲小红队，然后到冰村，然后第一次 BOSS 就是不死人的，不死人以外，第一次 BOSS 就是打克拉克是办得到的。我之前也干过这种事啊，我之前也有过，就是没有第一次 BOSS 不是打摩托，而是打克拉克，就拿双手巨剑吧，那个时候就到长火场之后，就是马上去墓地拿双手巨剑，然后就冲冰村打克拉克，也是有打赢的，所以看看啊，我也不知道他重跟版。看看 Master 到底是有很改吗，还是狗跟鸡一样是改画质？他刚改的是画质跟连线嘛，连线的人数啊，还有方式都比较像那个三代。有现在有那个密码连线的话，就不用担心等他问题，就等现在。连线就很该原本是那么不稳，连线方式一变，像最近我回来就是在把那个刚刚不可能一起打大错三，所以有时候你加我电台，我可能会看到，这个这家伙明明没开，他为什么可以打大错三？我在帮。当那个我们团长跟副团长打大学生，今天在打那个老恶魔王位，然后我有招待他们来打打看7轮的老恶魔王。啊，他们等级连100都没有啊，所以在打我们七轮老恶魔王，基本上都是一击必杀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欺负新手？我明明知道他们被摸一下就挂掉了，结果还要让他们体验看看7轮的攻击力。这老恶魔只把棒子这样子，我们擦一下就对吧？我算着应该有差不多500-600攻击力吧，那他们的血也差不多这么多，而且连线过来。人家是第一轮的角色来打我第7轮的老恶魔王，就擦擦一下就挂掉了。哦，不过那个烟熏湖那边入侵也是蛮多的。我今天就是帮副团推那个烟熏湖的进度，他们起码被入侵，今天啊起码遇到了6次还7次的入侵吧，那在低等区间也算是还蛮热门的入侵地点吧。哇，已经3点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那个不起不来啊，我们体力再打2场吧。我刚好啊，这样子我们刚好把终极者打完了，刚好终极者打完了。哎，青柳同志，
我这个 bass rig。第一波啦，是先做我的主教，下一次我也是想要各自魅力，要不然就是我的语文啦，再看看，我有空再做，就做这个东西很花时间，就是。就看我的脸呐、其实真的要重绘的话，最好是脸呐、就是那些细部地方都是要重绘的。要不然我现在脸呐、头发，就是拿它的范例模组来用的，就稍微改一下眼睛，然后稍微改一下发色，就直接用。不过当初我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这个模组该怎么弄的时候，我的那个衣服是绑到他那个动作模组、动作范例模组的那个头发，所以整个那个衣服在摆动，就是我身体在摆动的时候，衣服变得十分的扭曲，害我吓了一跳。然后还发现，哎，原来是他的动作对错了，我的那个。我的衣服对到他头发去，所以他歪曲的很恐怖。所以当初我自己会画的衣服，就是真的有符合到他的动作，说真的很开心。我终于把它弄好了，他终于不会有鬼畜的移动了。OK， 那这段的最后一场哦，很有意思。话说我带这么多队员，只放过一次活死女而已，剩下队员都没有弄过。那你怎么在打？那明天，该不会明天下雨？最近啊，好像出蛮多问题，那个什么有人在提前什么的，他们可以在前面放什么东西，还有要摆摊的东西挂掉，真的是，但是破坏人家游戏体验，人都在想我，所以说那个今年一定搞成全景。我巴不得游戏打掉那个，但是游戏都这样子嘛。
嘿，哎呀，那个 nice 啊，我记得好像收集者、终极者像结束，好像会有一抽，很有意思嘞，这个打完有意思，开心。就会送一抽吧，好像一抽哦。哎，我们来抽抽看吧，看看明天的抽什么用什么，要不要这个来抽？用这个来打。干嘛哇塞！嘿，什么呢？哦，卡里什么时候那么好抽啊？反正五星限定早就已经下放了，是吧？好啦，那我们的抽什么用什么，就要进到这里啊。那么如果我们再凑50，3天内如果还有凑50的话，我们就再开一次。还有什么抽什么用什么？3点了，时间也不早，那么这段就先到这里好了。不管你是看现场的，看我们的现场哦。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，感谢大家，先跟大家说晚安喽。